好听的三 D 歌曲，你们会不会跳？会不会跳？好，如果会跳的，我也不想你们来，你们出来跳一下，跳两下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会不会跳？哇，不会。好，那我现在问一下小，啊，你要跳是不是？好了，跳两下。有，我有一个小奖品给你，来跳一下，来会跳。我想问一下小朋友，你最感谢的是谁？我随便抽个小朋友，谁自愿举手告诉我？好，你还是要他，你好，来，你告诉我你最感谢的人是谁？哪一位？姐姐，姐姐最感谢他是不是？为什么？他教你读书，姐姐有没有来？没来，对不对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是谢谢您，感谢他来送个小礼物给你，谢谢。好，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感恩的一个人，所以呢，我们感谢的世界很多的事情和物，所以我们在此呢，我们也三人手语小组呢，不只感谢用嘴巴能够讲出来，但是我们用无声的说法，手语也能够代表一个感恩的心，所以我们今天都带来三人小组的感谢，来掌声鼓励一下。